小司机的祝大家新年快乐。Ultra Dash 地球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耶、新年快乐。每到这个过年我们都要履行一下我们去年这个叫做什么礼品，这叫什么那个最多观看就是最看年度回顾了对啦，检讨大会啦。哦，所以今年呢，来回顾一下最多观看跟最少观看的影片，检讨一下为什么会没有人看。我们不是检讨我们哦，我们是检讨观众。谁要检讨自己啊？好，我们先从最烂的，还是要从最多的？先看最多的。最多观看是不是？你要先让气氛嗨起来，然后再冷却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2023年小司机的生活频道最多观看的前三名，第三名是有这么烂吗？交车13天就卖，2023 Toyota Prius HEV 2.0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三名哦、喔，这第三名，这为什么会第三名？是多少？多少观看？等一下多少？54万是第三名哦、喔，哇哎啊，笑个来空灵体，哦我你哇，这是我们去收车是不是？对啊，最多观看，我可以看最多人观看的地方哦，好像也没有去吃东西啊，这片有吗？没有，这为什么会第三名？那所以那里是什么？啊，那里是什么？那个高峰是什么？是吗？好帅的包，好帅的包，哎呀，好帅的包啊！哦，就这样啊，前往车主家，然后就前往车主家，一直过去哦，大家看到是豪宅啦啊，里面很多车。那第二次的高峰是怎样？广告，次神，广告过后，没有，他就是要跳过那个广告啊，所以会点，所以大家一直点那里，对，大家会一直点那边，所以他就会变。都不喜欢广告，这个会那么多，应该是这个还没有人这么新就卖出来。我记得他开2-3个月就卖出来了，交车13天，对啊，交车13天就卖了，才开多少公里而已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想看这台车我们收多少钱，应该只是想知道，所以收多少钱不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第二名，换那个一平面的。要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交车全一点，开心的感觉都没有。板娘都忘记有买这台车了。2023年 ，Porsche Taycan 很笑哎。Turismo， 我猜我给你配乐。哎，这个是多少浏览率？也是54，我操嘛！第二名还没有多一点，看来今年频道要走下坡。第二跟第三竟然是平手的，真的走下坡。我现在看到2年前76万次在右边，好讽刺哦！啊，一样交车，两样情，这个一看就从76万到这个50几万，等于下降流量下降了1/3，对吧？一样是交车嘛，对不对？一样。哎，好巧哦，为什么刚好交车右边他就推播给你？而且都是有老板，而且都是，对，真的，来看一下交车嘛，哈。说是高峰，应该都是板出来的地方。屁啦，你点我看，最好是啊，就你进来 Porsche 有什么好看的？出啊，对啊，高峰。好了，现在都低谷了，在后面的还有一个高峰，小高潮，小高潮是什么？哦，哇，我想哥啊。好了，看那个高峰啊，肩凸起来特别凸的是什么？啊，开后车厢，开门怎样？是不是老板娘踢到车的那个？对，好是踢到车牌，大家都刚好点到那边踢到车牌，大家都会看。真的是那个点呢？哦，真的。那为什么大家一直重复看他踢到车吗？要不然为什么会特别是那边特别尖？啊，没差，反正现在那个也废掉了，连踢都不用踢，都别想踢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像都是车子的问题，会不会？又是科皮，科皮专门制造小高潮的，我觉得啊，他都是人家高潮完之后，去剪尾刀弄一个小高潮出来，是这样。啊，接手。啊，如果以迷片来说啊，就是第二棒。那后面呢，再一个尖尖的呢？哎，那时候阿呆头发很红哎。哇，看一下啦，给我看一下，哎，头发嘞。
哇，红发杰克哎，剃那么高呢哦，哎、欸，这个还可以看到过去的挫样哎、哦、而且唯一都不会变的可能就是柯皮耶，啊，他不管哪一年我们回顾影片，他就是都是一样，他都长这样，穿着都一样，然后看不出年份，对，长了，然后看他看不出年份，对他这个看不出年份哎，锁方盘的，雨刷破开，好挫哦！我觉得两个都是车吧。我觉得第一个 Prius 是车，啊，这个因为大家也是想要看，想要看车，这台车交回来是怎么样，所以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样好丢脸了，怎么办？好啦，看第一名了，来了。哦，来那个喜美，换那个芒果，芒果啊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以前没钱买喜美，现在没钱买喜美，投Toyota，投你个头啦！好了，这样。2023 Honda Civic E HEV， 哦，还有 HEV， 哦哟，刷存在感就是啊。啊，这多少观看？64万，64万是第一名哦。走下坡了啦！哇，这个蛮虚的，我就抖哎！哇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怎样，处处都惊喜啦，处处都高潮啦！哇哎，吹笛子哎，大家都有认真把笛子听完了，你看这一波，大家都有认真把笛子听完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近一年来已经没有人留言说把笛子声音拿掉了，很吵，习惯了。习惯了嘛，因为他发现他怎么讲，我们也是不会改。不会理他。看高峰啊，价钱吗？好烂哦！好烂哦！有什么好笑的？烂、欸、笑话，烂梗。想要听你讲烂梗，这样子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中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们算蛮早交车的嘛，对不对？真的都靠车，完蛋了！我们接下来不靠车不行，所以你看，难怪我去车展订了5台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不靠车不行。这有一个大臼齿，这个是大臼齿。他们应该是点过来看。哦，哎呦，演得不好哦，哎呦，屁股故意翘起来哦，是啊，哎呦。有节目效果，哎、欸，它关完以后就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不然等下拍一片，你在那边开关开关啊，一整片5分钟就在开关，这样就好了。开关什么开关？后车厢啊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开关？什么开关？不然你想要开关什么？开关。怎样啊？看你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笑那么开心？等一下我讲什么？为什么笑那么开心？就这样，暗爽，你知道暗爽什么吗？好笑点，好笑点什么？来来来，干暂停。来，阿哲，你觉得我为什么我讲黑科技有笑不开心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芒果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一平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某一台特别强，对啊。某一台。某一台有台哦，有台啊，有台，有一个有台啊，什么都黑科技，看引擎黑科技，底盘也黑科技，他妈什么小都黑科技，我在笑这个，看你们都没 get 到点，观众朋友你们 get 到点的留言啊，都不懂我的点，好难懂哦你们，哦是我很难懂是不是？是你们不认真吧？你们不觉得我是先知吗？我就知道快不行了，所以赶快多盯点车啊！本来 LB 叉想要赶前面，结果大家都已经试好同一天上片，搞屁哦！我们连那个抢第一的话题都抢不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看最高的，我都已经觉得很烂。那我们现在在看最烂的，要怎么活啊？哎、欸，老板，安怎啊？老公站着，创啊小朋友，哎、欸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戴眼镜变小师了吗？小师不是这样吗？小师是一个优良的中古车商，不是吗？那你换戴这个试看看。哎、啊欸，老铁，我有没有保持力？你保持身份地位啊？哎呀，发财了。哎、欸，小伙子干啥？哎、欸，我拄啊去动哈。哦，老公站着，大概七七八八就好啊。哎、欸，对哦，眼镜人很好吃呢、欸。当然。小师汽车专属眼镜，请看下方连结，赶快去购买哦。
你们这些穷人啊，想要抓逼是吧？那就到小狮汽车专属连结，有这个 Porsche 哥专用款，还有这个什么小狮汽车的这个什么，哎呀，那车卖太便宜了，那什么汽车啊？哎呀，我都买了高级车，也没买过什么二手车啊，好不好？反正买眼镜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唯一买得起的东西嘛，咱们下次见啊！我的腊肠呢？哎，腊肠呢？看有多烂，看有多烂，是不是？烂为什么四个？对，你为什么要弄四个？因为谁是要出十四团？一样烂，系列差不多烂了。来，最烂第一名开始。小狮汽车超爆笑，小狮教你怎么做节目，媒体不内在。4.7万次，这片头好可怕，这片头被骂好久。这片头有什么好骂的啊？这是台语版还是中文版？台语。就是已经被骂过，被骂过才改成台语。那这有什么好骂的？妈的，那个现在聊那个宁夏夜市都要跳科目三的啊！我念个这个是怎样？我就问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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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之前是疯狂过啊？哎，这发型哇！哇！哇！原地出道啊！我操！啊，旁边那个侧分呢？旁分呢？旁边那个旁分呢、欸？你像日本上班族哦、啊。对，一个像日本那个刚从暴走族不良少年啊，退团是要求啊啊！这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一集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烂啊？那时候他刚被人家那个啦，来来，我看一下那留言是什么？刚被人家霸凌嘛，摄影师闭嘴，然后滚，要不就拍景就好，不要讲话，吵三角。我跟你讲，宜平发生这件事情最开心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芒果，不是 Polo，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最开心的是苦瓜，是什么？因为他之前被霸凌过啊，想说学弟刚进来那么菜，啊，你那时候你的心境是什么？你看他被留言霸凌，你的心境是什么？我觉得刚进来的通常都会被骂，通常都会被念个几下。那阿哲，芒果一开始应该也有吧？没有吧？你没有吗？我没有，那么安全啊？不安全啊？你说不会被骂啊？阿哲好像也没有，阿哲很少讲。嗯，啊，再来就是你跟泰山呢、啊。我那个到现在还是在被骂。对啊，你有啊有啊有啊，现在还有吗？是互拥的粉丝哎、欸。我们没差、啊，还是换泰山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还是有，是有啊、还是都有、啊。那你觉得他这个程度跟你那时候比，是谁比较严重？就哪个比较严重？长蛮丑的。你的意思是现在现在怎样？哎、欸欸、你的言下之意是现在怎样？哇，比较好一点。哎呦哎呦，蛮有自信的嘛。不过这样看得出来，他们还是可以走出那一段阴霾的。有吗？没有啊，这个还现在还在，他现在在抱怨啊，还在抱怨。他现在讲话还怕怕的，还是会啊。对啊，摄影师闭嘴，然后滚。吵架笑。建议换掉讲话不入流的菜鸟摄影师。赞还有四个，还有四个赞，四个。没错，没错、欸，对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就是，其实这个拍起来比较生活，这比较像我们在那个会员频道会放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因为你看不下去，我们玩太烂。因为那时候本来只要拍会员影片而已，对，然后在那边打一分钟，非要弄一个变正片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妈的，两个人在那边玩玩真的，玩了快五分钟了，这玩超久。哎呦，有多险啊！哇哇，要死我！哎、欸，这孔明形象啊，派对卡孔明呢、欸，蛋蛋到这个这个蛋蛋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，这集蛮好笑的。我觉得后面蛮好笑的，我真的觉得啊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出来的话，这篇又死了，他可能是第一名吧。要顶上，就顶到桌子了啦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很好笑，为什么只有47000嘞？没有车啊，没有车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车不，我们真的没有车不行吗？在车旁边玩，屁耶、欸！车里面边玩边介绍车好了，真的没有车。到底为什么？还是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好笑？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觉得。靠背啊，这个连老板娘看到都觉得蛮好笑的、啊。你看很蠢，你不觉得吗？超蠢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比较瘦呢、欸。我们那时候都比较瘦啊。没有，那是你们的。刚健完身的时候。你坏变瘦。这段不好，这段不好，这段无聊。芒果，你屁股要那么翘啊？变态！哎、欸，那歪什么？扭什么？扭什么？还有人在旁边唱歌。啊啊啊！软掉了，软掉
哎、欸，这真的很好笑，看几次都觉得好笑啊。看，北西有瞄那么久，还没吐到，是很难用啊。然后看他是自己用。这个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类似什么？类似那个伯恩他们用润滑油在摔跤。哦，就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就是在看很蠢嘛，就大家看比赛，然后会，你看啊，会有一个很蠢的事情发生啊。我们真的没有车皮吗？我哎，而且他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贴在胸部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段被老板娘骂，他觉得说你们这样是不是会物化女性？没有，他自己贴的吧。没有，因为他太矮了啦。太矮。不是我们，哎、欸，先讲，我们真的没有在物化女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都连在腰上是最公平的，而且对不对？我自己决定要连在哪里。不是因为太矮了啊。对，我太矮了。对，如果真的要物化的话，应该是穿比基尼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对吧？穿比基尼在那边这样吐。对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会不会做节目啊？给我去发几个回来，穿比基尼玩这个，我就不相信一定要有车。就变470万。我就哎、欸，对，我就不相信一定要有车，对不对？2024新展望要不要？对，看一下多少钱预算。你这样，你想想看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比如说分两队，然后请四个修 girl， 所以去对不对？小模来。都穿比基尼，然后一样腰上绑一个这个，然后脸上面吐，很好看啊！你们会看吗？会看吗？会点吗？会啊！点爆！这样多少钱？人家才愿意接啊？这通告？我问一下，十万个啊！我真的耶！啊！制作人讲话了，混了一整年的制作人终于讲话了，妈的！有时候我都怀疑我们有没有制作人。我去问一下，四个就好了吗？四个就好了吗？观众朋友再留言一下，这个到底对不对？为什么只有47000？哎，你看我们讲这一趴讲最久，你看，对啊，你有发现？因为自己在看，猜测很好笑，比刚刚那个流量高的都讲来要久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倒数第三名，换谁？换苦瓜念。今年的哦，笑烂，被网友说要注意仪容，直接刷去改造，赤峰洋行买取工作室。好烂哦！哇，失忆啊！啥鬼东西？怎么变破西瓜？烂透了！来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烂哦！这就是芒果一直耍帅的那一集。第二集的大改造啦，我们上次去拍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这多少？2.8万次观看。哇哇，很惨呢。人家不知道人以为我们只有8000订阅而已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还给我拿水壶，穿短裤，李老师哎啊！剪片是不是你剪有问题啊？没有，你有尽力在救这一片吗？有啊，那为什么28000？没有你没有去。你搞恭维，一定是你没有去。这个如果用我的话，可能发烧了。对，发烧，我还有人物分析耶。我有用心。哇，迪卡侬机能短裤，New Balance 哦。哦，这个有年代感，不错。屁啦，这哪有时尚啊？来来，检讨大会，来，你觉得阿哲，你觉得这片你有没有看过？你该不会你有看过？你决定吗？最后谁？最后谁？没有，最后小王哥还有在帮忙。啊，我还真有看啊。那你觉得这片为什么那么少？你看呢？应该也是没有车吧？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。你觉得蛮好看的？蛮好看的。完蛋了，我们剪的片已经变成，那我们就像开店的一个老板，都觉得自己的东西。我的醋饭干啊！我的醋饭还有淋卤肉汁，还有大鸡腿，怎样？哎，什么？醋饭？怎样？串的？馆长醋饭呗？鸡腿那么大一只，怎么会没人吃？对，这么好吃哎！不然你刚刚哎什么？没有，想说担心你的安危。哎，那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少人看？因为你没去，没有。对啊，你为什么没去？你好像剪片吧？干他每次都用剪片啊，他闪公差干。又闪过了。他每次要闪公差啊！我跟你讲啊，2024他就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瘦，对，他瘦，对，他本来没有自信，现在瘦胖。你看，他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你看哦，他的那个体重下降，跟他 IG 发自拍照是成反比。你看他体重越轻，他 IG 发越多自拍照，要不然本来只有车而已，对不对？本来只有猫跟车，就是那台车。对，本来只有猫。我想现在慢慢的，自己的越他越
越瘦，他的自拍照就会越多，一定是这样。多数自己不要再变胖。很好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讲不好啊。对，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说，这个是正反比的关系这样而已。这是我叫你们去拍的啦，我觉得要拍一个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没人要看啊，观众不赏脸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是这个倒数第二名吧？对啊，二个婴儿差不多啦。好啦好啦，谁干两个同系列的啦？谁是老鼠屎啊？烂透了，在车上上班猜不出来。这第一集有点像试播集，对不对？本来想说要试一下水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点下去看水温如何。来，水温怎样？这个水温怎样？27000字。哎呀，刚穿衣服多少？28000。28000。哎，在一个月前，所以这个比穿衣服还惨。所以大家宁愿看穿衣服，也不想看，也不想看谁是老鼠屎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跟车有关系呢。没有放车在上面。没有车。这跟车没关系吗？要背景要有车，然后要个女的在啊，我知道在车上猜屁啦，挤在那边干嘛啦？啊，我知道他们可能想要看你真的开台车出来，然后照着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蛮累的哦，吼。对他们就是想要看这种，会不会？不仅要做蛮大的，这个可能要去跟 TVBS 王金线借棚。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之前有在副频道先发过一次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副频道发过了啦。啊啊、可是，哎、欸，照你这样讲，来第二集，倒数第一名，倒数第一名，1.8万次，更惨。两个月前更惨，你看阿呆的头发，一定是阿呆头发的问题。找到原因了，找到原因了。哇，第一集跟第二集应该都是我们自己在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其实我跟你讲，第三集好像就好一点点。第三集就是雨熙，有雨熙吗？2.3万次，三啊、欸！那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2.3万次没有？刚刚那2.7，那你为什么 EP3没有选出来？我不知道，为什么？是他们那个系统给你的，系统的啊，连系统都不要。反正这一系列都大概20000多而已，就对了。差不多就这样。我不相信你，为什么？请观众朋友说，这个真的那么无聊吗？你看他画一个那个全年福利熊，不是很可爱吗？啊，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我们有52万的订阅，就连我们的观众都不理我们了。打男的是有人要看哦，没有。好啦，那这个越看越那个，我们不要再看这个了，这太痛苦了，再看真的难过，好吧？好啦，看这个。情绪好差，有没有？对，情绪好差哦，怎么了吗？降到最低点。好啦，这个没讲一下吧。阿呆，你先，你这个涉入最深的人，你觉得最好跟最不好有什么可以检讨改进的地方？在2024年啊，改进哦，改进的是观众吧。哦哟，检讨观众，睡哦，开炮喽，睡哦。大家多给我们一点机会，跟车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的频道就。感觉好像跟车绑太死了。对啊，大家都这么爱看车，你总是要一些休闲活动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要给我们一点机会啊。哇，这个在明谢四票的那种感觉哦，有一种选前之夜的感觉。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这样啊，最多观看就这样了，放弃了，紧绷就这样了。我觉得这个太看车款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大家有兴趣的，真的只能看车。嗯、啊，阿哲，你觉得最菜的？你来多久？我来。哎，10个月左右。好吧，那勉强听一下你的想法。其实我觉得最少观看的都蛮好笑的。大家没有试着点进去看。对，感觉是要看一下。所以你还是要还是在检讨观众观众啊？他们还没有习惯。好，还没习惯，所以我们就去拍拍他们习惯。对，觉得如果要最多观看，要往上要怎么办？没有啊，再买多一点车。看，已经在做了。好硬哦、喔，太硬了吧？啊，芒果哎。那个最少观看的，对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受众的群众，还是喜欢看车的，就还不习惯我们跳多车。嗯。没了，没了。对。有没有拜票一下，怎样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做其他不同的系列，一如反过拼一次。对。你够狠吗？咚咚咚咚咚。啊，一斌呢？我觉得多请一些 YouTuber 必多一点。可是妈，哎、欸，我们最多跟最少都没有、啊，都跟 Fit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、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觉得呢？要跟谁？举例啊，例如啊。比如说你有记眼镜的那些人。嗯，没有，你不要讲，你讲自己心里想的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先从跟车子有关的 YouTuber。那例如嘞？谁都可以啊。啊。那有话题。比如说那。
哦，我觉得你的意思比较偏向于说，我干脆找他们吵架会比较快。点线，什么火花？啊，火花，不听不听，不能去吃个料椒米粉汤就好了吗？啊，来问古怪。老鼠屎那个，这个比较适合找一些人来一起玩，可能一次找个两个，对，四个。或全部，我们就不用在上面。阿泰山呢？你不在，我不在。没有啊，是一样啊。车子是主流，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观众。检讨观众，他们不想看、啊，你不想看，他们就是不想看、啊。我们今天得到最重要的结论了，一切都是观众问题，我们本身是没有问题。很现实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对，泰山很严重。泰山真的很认真在检讨观众。对。好了，那就是请观众朋友哈、哦，这个帮我们留言，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最好的影片跟最不好的影片啊、哦，有什么意见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那今天节目到这边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，非常开心小当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看那台不是吗？对、yeah.。对吧？都看不到，这边看一次。Ultra Dash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